哦，这一条我讲是啦，到处有两个同学小罗啊。当然啦，你会人会使人一块什么？会收羹啊啦，哦，会贡丸啦，辣鸡啦。等你啦，吼，来来，要吃啦，这包卖300开200呢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咱讲真的啊，我讲，哎，其实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咱讲这做糖羹的，你知无？特别卖这，我拢想着讲啊，吼。恁哥哥伊个什么全脸哦，一包卖188。咱讲真嘞，我做糖羹的，你知无？啊，真讨厌啦！我问一下，哪块什么食来无？一箱尔无啊啦，哦，两包卖600，卖500，卖400，无？安尼好无？卖400，两包啦吼，开300，一包300，安尼好无？卖几公来？来300，一五啦吼，来200多，200块，来这边来200，这边好啦。来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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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卖吃好就吃200，够这么吃嘞？你就不好吃，我200一片倒来。不好吃，还两阿婆。我多吃，太无聊。我来弄200，我只吃200一片倒来，不好吃。好吃，好吃。我问一下吼，这个我也推荐。你就不好吃无？200。200。200。我来就这无。包200包的啦。哎，阿哥伊都卖200。阿婆，这我收起来卖好无？咱讲见到200，好无？哎，无见来。你要再收起来好无？来卖好嘛。来，我只问一下啦，好啦。你讲讲完。讲完个抓饼嘛吼，抓饼像啊。你不是抓饼。啊，照算了，照算了。你不是抓饼。啊，应该都算了。我讲来啦，来，讲完。多少？来，讲完啥物事？好，讲完啦。煮汤好用，煮了咩？我讲来，一包300，200一片倒来，100来倒100来，100，系无？来100来。来问一下吼，要食讲完来100来倒100，好意思讲完啥物事？100来倒讲完100，问一下。讲完100什么吃？讲完100什么吃？问一遍，无哈？讲完100包什么吃？问一遍，无哈？来后边啦，你真是个人诶，做无丢面诶啦！我讲来啦，这两包鱿鱼块啊，什么吃？我等于差三百，就是头水煮诶，够好无？我一包一公斤拢1800就对啦，一包卖300就卖到来，什么吃这？我讲来啦，一包卖300开200，什么吃这？200，啊，这还要吃贵无？兜一圈拿来一万多啦！我讲吼，一包卖200，两包卖400，弄1800无放来还卖400，开300一万多，300块。我问一下，300想就做300，开200多200块来，200块啊，开200块来多啦。我问一下来，过来。有钱了吗？来要吃来200一万多来200块。我问一下好来啦吼，要吃兜一圈无来？我讲来啦吼，我三个菜啦，加一块青菜啦，还不错，拿拢1800就对啊，无放来啊来。要吃就吃200一万多来，兜一圈。200恁厝内底啊，人口不足的，吼，人口不足，我讲你听落啦吼。冰箱细卡，人口不足来，我讲，一人带一包汤去看嘛，来吃嘛，对吧？吃嘛，来吃嘛。我讲嘛，人口还大，来吃嘛，来吃嘛，我吃落来。来，这个大哥拍摄我手势，哎，我烤肉，我无阿得，我你过来，要吃还吃面倒来，咱们就是，够人口不足的无？来吃嘛，来吃嘛，吼，问一遍。那边大啦，一百多啦。我讲来啦吼，冰箱细卡有无啦？一百多，一百块。冰箱最好介绍我哩啦，我熟悉个，咱讲真嘞，咱讲真嘞啊。来，一百块只一百，后尾还有一百。无吼，啊无来，阮家无啦，阮家冰箱几落台嘞，拢未用哩。拢未用哩，拢害。拢害啦，来一百块只一百，后尾100块就做一百，来买来。来，要吃来一百，倒一百块。好意思哦，一百块只一百，后尾还一百有无？来就对无，我就一包一片倒来，无吼，一包我无要吃啊吼，你若买只小小个面盲镜，拢卖看病好无？好，可以啦，我来就过来。来，你我讲一下，来啦来啦，来你，来你叫啥多路嘞？黑尾鱼啊，来过来，来黑尾鱼啊，你只下卖我几多来？哦，猪肝啊，猪肝丝啊，哦，米烧汤啊，来，一包300，200就对啦。啊不，来，这边全部上100，200多啊，200块。来，爱吃黑尾鱼无？炖炒的煮三杯一定要。这阵一包吃无啊？一百块就对啊，100块。姜丝酱。煮一顿也好啊，无？面条我平时要去食面条嘛，去上啊。对。我讲起来，我到了，再要吃100块，最后一个朋友了，100块。你还没吃吼？问一遍。100块，我到了。来一瓶来100块，我到了。来，来了，快送好来。稍微对啦哈，你起码有工资，我给啥啦？看到了不？
哦，算稍微对啦。我问一下，来啦吼，我这鱿鱼我啥物食？一百块头啊！我剩两三个人尔，我搁三好食、炒好食，一对一百多条鱿鱼。我问一下，一百块鱿鱼啊，去食一百多来？快讲来啦！我就是一百块。哎呦，现在剩几个？剩几条？剩几条？来，我讲，要食鱿鱼好无？等于三三顿顿好食一百块就对啊，一百块。剩的来卖几公啊？一百就对啊啦。一百块而已啦。来啦，煮一百多啊，一百块。好，鱿鱼来，哦，一百块鱿鱼，下面三百三，一百块来得，一百块，补一下。鱿鱼啊，两块什么吃的？鱿鱼啊，我就是一百块吃鱿鱼。剪成小块就 OK。不要，鱿鱼一百块，宝贝，我问一遍，鱿鱼啊，一百块，不要，来交费。好啦，买三号来，我再一半个鱿鱼。来嘞，我冇黑鳞啊，没有虾仁的啊，没有，很好啦。我问一下哦，黑鳞下面吃黑鳞啊，炒饭炒面炒米粉包鸡脚，宝贝吃。现捞的差不多贩卖完。好，我来炒饭炒面炒米粉包鸡脚，宝贝吃啦。我想要吃一斤的话，这起价一斤块，我差不多第一大概是400块、350啦。我讲面这面话，这面500、400，开300就到300块。我问一下，300这面300就到。一个来就好啦。我问一下吼，这只种物件就一个300就到黑鳞300块。哦，下个300块就一个300块，什么只个300？无要，好啊，卖讲啊，我讲一面到。300块就对啊，我讲只好是300块，这绝对上斤的，300就好啦，我上无啊，没有了啦，还去这条路啦，就倒去啊，取300都300块啦，黑鳞300，还是看来300就好啦。我问一下来啊吼，要吃黑鳞无？我搞一个300就到300块，我包猪脚包面小一个300就到300块，还没再吃啊300就到来300块。我问一下来啊吼，要吃黑鳞无？我搞一个300就到来黑鳞300块。我问一下300块你搁想吃300来多？这样300块谁吃了？黑鳞我就是300就到来黑鳞300块。我问一下黑鳞300。本来吃黑鳞的无，我就是300块就到黑鳞300块，无要黑鳞300块旁边还有我们这边，无要来交回来，我讲来啦来啦来啦好啦，来嘞，我只讲钱来，看，我只啊这个300包，你知啦吼，只赔无啊嘞，赔无啊，啊无去哪只哦，反正吃袂了，肯冰箱冷冻则袂害，了解我意思啦，好啦，好像也没有了嘛，没有了，没有了啦，我讲这包卖偌济，卖300开200呢，好不好？哦，四目鱼里脊完全都无饲着，对啦。我讲卖啦吼，我讲一包卖300开200，可能卖手了同意卖下来，两包卖400开300，三个人就对啊，要吃一个，200块。嗯，三万。安尼哦，去订来，我讲来啊，去订来，去订来。我问一下，来啦吼。啊，订来，无遐讲。那个真诶吼，卖勉强。恁兜人口数简单诶，变少细开，变袂落，将卖一包就好啦。来一百，现钱就好啦。很多东西都好啦，一百来多，100块。那你要借冰？还想吃100块这边的？冰拿应该也不送的吧？四毛一，你计划转到没有？冰拿更贵。100块吃100，要来不？100块借一遍。有人要查我，100块借一遍。100块，没有，真无张面，唔嘛较好咧，真无张面，来无？谁最近在带？他最近。我来了，我只问一个啦哈。他最近。大明哥，哎，等下等下，遐香芋啦，正甲到小小条的啦。投资东西。今仔早几落箱来卖，甲春节阑珊的，我讲来啦吼，香芋要喊无？我从一斤300几、200几，一尾抓到70-80块，要喊要真在恁哪无？我讲三尾落去啦，吼四尾落去啦，我讲五尾就一下来啦无？五百、四百、300一片都来，现在在看上下到小小条的啦，300，我讲来啦。六尾300一片都来，像一块，六支300块，要吃来啦。七尾300就吃来，像一块，七尾300块，七尾300像个吃，全部是简单单的。来300一片都来，无要，300一片都，无要一片来。快讲吼，大家问一下要吃香芋无？300块都啊，出来送你啦。来300，来300，搞飞机是一个礼拜一次。来300无啊，大哥来300。像他昨天礼拜六。大家问一下回来啦，今天就不会去。要一个300一片，都来300块。我问一下，没有了啊？不，要一个人，可你拢好送你，几箱无等于300块，爱无？哎呀，几箱无等于也300一片都来，无吼？几箱无等于300，无吼？我再跟他说。来，不讲话，不讲话，不讲话，来落雨了，快过来。迄个，一大礼拜才不好意思哦，迄啥物话哥？跪下吧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今日哦。还可以下吧，可以下吧。我跟你讲哦，咱使尽量处理掉，等于大真行好食，钱好食，煮食面素汤好食，完全无油气，好完全无气就对啊。鲑鱼会害，好鲑鱼下班就对啦，进倒来，一斤偌济240，一包一公斤，一包一公斤开着偌济500-400，绝对走袂去。好鲑鱼下班啦，我讲一包卖500-400，我讲纯正来赚的啦，卖讲500做400，大你卖香鱼卖哦，好啦，
我讲嘛，哎，四百算行情哦，你卖想想济，一包一公斤斤十个哦啦。牙齿超贵的呀。农村真好。还要越来越贵，所以牙齿真的好。好，问一下来啦，一包卖四百，三号开三百，有人要吃无？一个来两百多，两百块。我问一下，两百想吃济？两百。问一遍，两百块想要吃济？无用，安尼啦吼，反正我无啊。咱讲真个啦，两包卖四百，吼，两包卖四百，两包两斤落三斤外，卖四百，三五一遍，一个来三百来多三百块，我问者三百，大哥来三百最多啦。杨子有缺的还是要去。来三百最多来三百块。该花的还是要花。来要吃来，我招一个三百，一大哥来三百块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来，我们等下很多啦。来呀，来你。还是有人啊，只是很热，大家都站不久。我买个几样就快速离开呀！哦，我跟你讲，来啦吼！桌上有喜欢你们先讲话。说到牙齿，我之前我跟你讲，来啦吼！这话下面讲，大声讲话啦吼！我跟你讲，这叫啥？飞机票，加台东啊，加新北啊，加饭、加面、加米粉，两颗十七万。好，要吃飞机贵啊，来都好来，卖我一包卖三十，卖八十，卖六十，两包卖百八，好开150、100块就对啊！我这条100块下面吃这，我问一下100块下面吃一包无？一个来。我想说，我还是能吃。来，100块来就好了，看这边吃来，先吃100块。还能吃的来，吃来就好了。像我婆婆，她就都不用，然后就让她吃牙。100块来就对了，下面吃最好就是100块，大哥来吃来就好了。来，要吃来。是我老了，是我那个。来，要吃来吃来就好了，吃100块。问一下吼，来吃来就好了。大东啊，四块啊，五啊，三块好吃来吃。哇，很漂亮呢，我还没。来，100块来就好了。